好，主播，民众党的英文官网标语就写着 "Vote White, Vote Right"， 就被网红百灵果 News 在脸书上面质疑，真的要这样写吗？因为这个标语恐怕会被外国人认为是票投白人、票投右派。目前民众党也已经下架，看一下他们的最新回应。然后表达支持白色力量是一个正确的选择。那再加上台湾没有所谓白人至上主义的这样子的概念。那因为近期有许多这个西方的友人，然后还有很多的网民给我们很多的建议，那我们也会从善如流，那针对此部分先行进行修改。那刚好我们的英文网站在近期也要针对内容还有视觉做整体的一个大翻修，所以目前呢，我们是先将这个比较有不同想法的这篇图文先做下架。虽然民众党说他们的原意是票投白色力量、票投正确的人，但这个标语真的会被外界认为是被解读民众党带有白人至上主义，所以针对外界的批评，他们也已经把官网给下掉，并说未来会交由党内负责国际事务的团队来做把关。主播，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